你可以给我5000万，但是我不想要你的投资。如果你还不上钱，暗示只对我开放股权。各种各样不同的飞行器，会改变我们的生活。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会遇到一个男生像我一样喜欢无人机。从事无人机的事，你很特别。祝无人机事业吧。祝我还活着。 10年的时间，你都没有开口跟我说喜欢他。我们两个可以公平竞争，看看最后南乔会选择谁。你接近南乔，是为了报复常建雄。靠背后的阴招见不得人的手段进入极客飞行，为的不就是报复？南乔的过去是一张白纸，而你的过去，你自己敢看吗？ 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真是一点都没变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事，我离婚了，这次回来，我不会再走了。我还是原来的你，还是那个愿意为我拼了命的十月。你在他眼皮底下爱上别的女人，这分明就是一种挑衅，那就是两个女人之间的争吵。 这些东西是你用7年的青春换来的，放弃了，你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穷光蛋。十月，我瞧不起你。